对，现在有座江边呢，不许房子，不许私人村的一部分啊，就是开罗这边的地总会啊。对，两边都是，两边都是。我们呢这边的坟墓啊，怎么盖起来的呢？在这边每一个家族啊，每一个家族会买下了一块土地啊，啊，然后呢，他们会盖起来一个围墙，就会把这块土地保起来、围起来。然后在里面，他们会建筑两个房间啊，对不起，不是房间，就是两个坟墓啊，两个坟墓啊。然后，为什么特别两个坟墓啊？因为我们这边呢，有下葬的话，男女分开啊，男女分开，下葬，一个坟墓男生用的，一个坟墓女生用的，这样。OK， 那在里面有两个坟墓啊，然后呢，在中间他们会盖起来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间干嘛用的呢？就家人他们要过去拜拜墓，就用的了啊，那个房间就是拜。